生命电视向您问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天台施教仪，现在上次是讲到这个化仪施教啊，化仪施教说完，那么就是对照五十法华涅槃时讲完，最后还有一段，就是料卷十味啊，正文是在第八页前面的。后面算来第三行，问将五味对五十教，其意云何，居意如何？要从这个地方讲起。那么这个科判呢，要找出前面的科判，就是这个四教仪，大科只分三段。第一是题目，第二名录则，这是解题了。第三是疑文，解释这个四教仪的正文。那么从这个地方分出来的，是疑文里面有三科，第一证明实教，现在就是讲的证明实教。证明实教两科，第一略序名义，这个讲过的。第二分门别师，现在是讲在分门别师。分门别师两科，第一分章，第二别师，现在在别师下面呢有两科，第一十仪合名，第二详示法法。现在是讲的这个第一十仪合名，五十跟化仪四教合并起来说明。那么这里有两科，第一证明实仪，第二节前体后。现在是讲的第一证明实仪呀，几字下证明实仪分两段，第一月十变教，月十变教讲过了，就是上次刚刚是把这个月十变教讲完，现在就是讲第二料卷十味，料卷十味，下文。就是问将五味对五十教，其意如何？以下的文字啊，就是料卷十味。料卷，这在古代的著作啊，在教下的著作方面，关于这个料卷呢，它的所含的意义有多种的。第一，就是。分别下文的内容的道理啊，那么加以分别清楚，就是分别。那么料卷就是分别。那么第二，它有包含解释疑问的意义在里面。上面的所说的道理，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它在料卷里面呢、就加以解释。所以这个料卷的文字差不多都是问答，都是问答。他这个问答方式啊，就假借问答，假定说有人问我来答复，假借问答的方式啊，来分别这个道理，分别这个前面有什么问题的疑问的道理。所以这个料卷里面含有问答啊，解释疑问、解释问题的意义在里面。这是第二。第三，它含有选择的意思在里面，选择就选择了，哪一种该用，哪一种不能用，
例如说上面所说的道理，如果有些问题需要解释的话，哪一种啊？现在选择哪一种？哪一种不用？啊，有这个选择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料卷呢，有分别，有解释问题，啊，有选择问题，有这三种意义在里面。现在这里料卷十温啊，因为前面讲的五十配合化仪式教顿见秘密不定啊，五十对化仪式教啊，那么这里也借用涅盘经的五位汝乐身疏熟疏皮肤，借涅盘经这五位啊来比对五十。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五涅盘的五位来比对五十，它的用意在哪里？这是那么这里的料卷就是分，又是分别也是解释啊，也是分别也是解释啊。所以下面的文一啊，就是要分别出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加以解释清楚。所以这个料卷十位上次分给各位的科判的表后边最后一段就是料卷十位的科。那科判里面分两段，第一问定意趣，第二大细二义。那么刚刚念过的那段文呢，就是问定意趣，用五十对照五位来分别化仪释教化法释教的含义，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下面就大师啊大夫的解释。所以大师二义，越大夫解释的意义呢有两重，第一取相生，第二取浓淡。用五位解释五来比对五十教，它的用意有两种的，第一就是取它相生次第的意义，第二取它这个五味的浓淡呢，来分别这个基根基的意义，有这两重。所以下面的大夫就是有这两段，大有二。大夫就是说有两种意义，第一就是取相生，一者但取相生次第，就是这个五味啊，它的成就的相生的次第，借来比对五十的相生次第，所以要用这个五位。下文就解释了，所谓牛比于佛，五位比教，炉从牛出，乐从炉生，二书提伏，次第不乱，故比五十相生次第。这就解释，解释为什么取相生次第的用意啊，所谓指下文来解释这个相生次第的意义啊。因为炉乐等五位啊都是从牛出来的，母牛挤出来的牛奶啊，那么这个牛奶是从牛出的，所以借这个牛啊来比方啊，教法是从佛说出来的，啊，我对于这一句文字啊，我觉得有语病，不大妥当。牛比喻佛，我总觉得这样是太不恭敬，对佛不恭敬。当时写这本书的人呢，他的脑筋就没有动到这个地方，啊，牛比喻佛这句话我不大愿意念。觉得这个文字这样子写啊，是有对佛不恭敬的表现啊，因此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啊要把它分开来啊，就是说牛奶是从母牛那边出来的，由牛奶可以把它做成乐，乐是从奶出来的，奶做成的，那么乐可以再制成为生疏，那么生疏是从乐来的，生疏可以制成熟疏，熟疏是从生疏来的，熟疏可以制成最熟胜的这个提伏上位，
这题符从蜀书来的，只是假借这个牛奶可以按照这个次第做成到题符啊，正好有五个阶段，以这五个阶段来比佛说法五十言教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牛奶有这样子的相生次第，那么可以比方佛说法，它的对机说法呀，也有这五个阶段的相生次第，分开来说，不要很清楚的说成啊，把牛比佛，这样子我总觉得我不愿意这样说，所以这句话呀，最好是不该这样写。但这个古人宋朝的时候就写成了文字啊，我们后人也不好替他改呀、但是改也很难改清楚，因为这句话总得有好几个字啊才能够表达出来，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啊要懂得这个方法就是了。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教理讲说的时候啊，要会说，不会说有的时候发生疑病啊，就会对三宝有不恭敬的这个过失啊、我们再举个例子说，例如说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拜佛五体投地顶礼呀、他的解释说最尊贵的就是头，最皮下的啊、最背下的就是脚啊、用我最尊贵的头来拜佛最皮下的脚，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就不对了。如果把这个五体投地顶礼啊，说我的头最尊贵，所以我五体投地拜到地下，表示恭敬到极点了啊，结佛的脚来顶礼啊，那么不能说是佛的脚是最卑下的，所以这就是说讲话不会讲的时候就发生这种语病，不但是讲的时候会发生语病啊，就写文章也是如此。我也看过有这个注解呀、注解佛经解释那个五体投地顶礼啊，他就是这样写啊、我用我最尊贵的头顶礼最背下的佛的脚，这错不能这样说啊、应当分开来分清楚，人头是最尊贵的，脚是最卑下的，用头来顶礼佛的脚表示尊敬到极点，是可以这样解释。加一个佛字啊，就表现对佛不恭敬了，没有礼貌，这个不可以。所以这个讲话没有经过功夫去研究啊，往往都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例如说我们平常讲佛那么罗侯罗是佛子了，可是说佛的儿子罗侯罗，不对，不能这样说。为什么？罗侯罗并不是成佛以后才生的啊，不是佛成佛以后才结婚生子啊，那么如果说是佛的儿子是罗侯罗，不对，不能这样说，必定要转过弯。佛啊、他没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他的儿子是罗侯罗，应当要转过弯。假如直接就说啊，拉直了，直接说佛的儿子罗侯罗，佛怎么有儿子啊？那就变成这个对佛不恭敬。所以这个讲话必定要懂得方法，我们对佛对三宝要表达这个恭敬的地方啊，用的言辞必定要婉转啊、那么前后分清楚。所以这里这一句话啊，牛比于佛不能这样说，不要把牛比佛啊，虽然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在文字上啊要把它分清楚，不要把佛拿牛来比，这样子对佛就表示出一种不恭敬的心态，不好啊。应当我们要恭敬的说，牛奶是从牛出的，那么后边五味都是从牛奶制成的，那么用这个道理来比方佛说法有五十，有五个阶段，那么这个五个阶段的相生次第啊，跟牛奶制成提符的相生次第相同的，就不至于有不恭敬的表现啊。这里有个问题啊，按照文字上看里面有个问题要会看的，假如你不会看的话跟这个所比对的和的法呀合不起来的。为什么？华严是佛说的，
阿含也是佛说的啊，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都是佛说的，可是这个五位呢，固然是通通都是从牛那边出来的，可是这个肉是由牛奶做成的，牲畜是从肉做成的，鼠畜是由牲畜做成的，皮肤是由鼠畜做成的。这个比方如果拿法五十比对爷这样子说的话，那就错了，那就变成了阿含是由华严做成的，是不是这样啊？不对啊，方等是阿含成就的，由阿含来的，般若是由方等来的，法华涅槃是由般若来的，不对，不是这样说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啊，有的时候用偏喻，用一半，有的时候用全喻。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比喻啊不要完全正看，完全正看就出毛病啊。我常说过，例如说佛面犹如镜满月，佛的脸呢、很庄严，清净光明啊，庄严，好像圆满的月亮，十五夜的圆满的月亮。假如你把它看成佛的脸呢，就是这样圆叮当，一样一哦，佛的脸就是这样圆叮当，你觉得好看吗？假如我的脸是圆叮当的话，你一看也笑起来了。所以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要会看啊，有的是借用一半，不是完全用的。比如说佛面犹如镜满月，只能比方它的清净光明交接啊，佛的脸上的清净光明啊，好像十五夜月啊，那么没有一点缺点，最圆满，只能这样说。你不能把它比成圆叮当，那就糟糕了。那么因此这个五味相生啊，情况也是一样的，绝对把它不能看错。五味的相生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佛法的五十不是这样啊。所以这类的比喻啊，必定会看，不会看了、你如果按照这个牛奶做成肉的那种次序来，那看错。所以这个比方啊，你不要拿来完全看成一样的，看成一样的那个问题就大了。如果看成发生错误，说阿含经是从华严来的，那糟透了。所以这个道理必定要分清楚，这只是一个假借一个相生次第啊、这个我有这么一个相生次第借来啊，说佛说法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据有这么一个次第啊、有这种次第的根基，他不能不这样子说，不这样子说的话就不能应机了啊、这是应机说法，有这种相生次第的意义存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关于这类的比方啊，必定要会看啊、那么这就是比喻这个五十相生次第的情况。关于这个五味相生次第啊，是出在涅槃经南本涅槃经第十三卷，第十三卷的这个圣贤品里面啊、圣贤品里面呢有无垢藏王菩萨赞叹佛这个涅槃的殊胜的道理，赞叹完了之后，佛就印证他的说法，哦，你说的很对。然后佛就说比如从牛出驴，从驴出乐，从乐出牲畜，从牲畜出鼠畜，从鼠畜出蹄蝠，蹄蝠最上，这是比方。佛亦如是，接下去佛法说佛亦如是，佛也是这样子，从佛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从方等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蹄蝠。所以按照这个经文，如果你也是照这个牛奶的比方这样子说的话，那就完全会变成这个错误的见解。所以必定要了解这个五十研究啊，是佛说法的次第而已啊，不是像牛奶的这种的相生次第而来，只是说明它有这么一个次第，一二三四五啊。那么并不是说这个二是从前面的一来，三是从前面的二来，不能这样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只是佛说法的相生次第啊，不能跟牛奶的五味相生次第完全相同的看法啊。那么他这个比方啊，就是说小圣根基，最钝根的小圣根基，有能力回小向大而又是钝根的这种小圣根基啊，他在华严会上
完全得不到第一啊，都没有转变，这好像牛奶。到了欧韩时，他听了这个欧韩的教典，听了四谛法之后啊，思苦断集，目灭修道，由此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他得到利益了，转凡成身了，那就是好像炉变成肉啊。那么已经得到小圣的利益了，进一步跟他说方等教典，说大圣教典啊，那谈篇直小探大包圆啊，由此啊他持小目大啊，觉得这个修小圣啊，在住在化城里是很可耻的啊，仰慕大圣佛法，但他还没有啊断除这个法执，进一步说般若破除他的这个执着啊，那么般若荡涤他的执着啊，那么既然能够回小向大，也能破除执着，那么然后到了法华会上啊，才能够替他受具将来成佛，所以这个。顿根的生魂有回小向大的能力的，他就按照这个次第相生而来，一步一步啊引诱他，一直到法华会上能够受记成佛，目的才达到了所谓成佛的本怀了。这就是比方相生次第的意义。下面第二种意义啊，二者取其浓淡，看住正文啊。其次第二种的意义啊，采取它有浓的味道跟淡的味道，就是牛奶呀、经过再制的时候味道是越来越浓了啊，那么还没有制过之前是很淡的味道，就是像牛奶啊，是流汁的，是很淡的味道，把它制成肉的话就比较浓的味道了啊，所以这个越制成这个五味的时候啊，它有浓淡的分别，由此啊借这个浓淡来说明小圣根性的人听法转变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道理，实际上跟前面的相生次第相差不远，一样还是有相生次第，只是越他的这个所得的利益浓淡来加以说明而已。所以下文就是取其浓淡啊，看出正文，此则取一番下列根性，所谓二圣根性，在华严座不信不解，不变凡情，故比其炉啊，这是根据这个他这个五味的浓淡呢，越这个最下列的根性，就是顿根呐、最顿根的声闻人、小圣人，最顿根的声闻人，但是他有回小向大的能力。假如他是个完全个定性声闻，从始至终49年听的都是声闻法，听不到大圣佛法。现在这是约他有能力转凡成这个回小向大，他有能力回小向大这种的声闻人又是顿根，但是他能回小向大，约这一类的下列根性的人来分别这个浓淡的意义所谓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要经过五番陶铸才能成就。所以在华严的法会的座上啊，他纵然在参加法会，他也听不到华严的大法，也不能了解，纵然听到也不能了解，因为声闻人在华严会上是不信不解，如聋若哑的。既然如此，他的凡情完全没有转变，还是一个凡夫，这个声闻人呢、完全还是一个凡夫不变凡情，凡夫的情间呢、完全没有转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不变凡情，因此之故比他好像牛奶，不比其炉，好像牛奶刚挤出来的牛奶很淡的那么因此他在华严会上没有得到利益，声闻人没有得到利益，所以好像牛奶没有变。次之路愿闻三藏教，二圣根性啊，依教修行转凡成圣，故比转炉成肉。其次就是第二，这里叫做路愿时，就是阿含时。到了这个路愿阿含时的时候，他听到这个三藏教里面的四谛法，苦集灭道四谛，他能够知苦断集，目灭修道。那么这个二圣根性的人呢，声闻缘觉
依教修行啊，他就能够转凡成圣，啊，把这个三界内的见思惑的烦恼断除了，成就出世间的圣人，啊，声闻人证阿罗汉国，啊，缘觉人证比丘佛国，那么转凡成圣了。既然转凡成圣了，他得到利益了，那么这个味道就比较浓厚了。所以这个比方啊，好像转炉成肉，啊，把牛奶煎成肉，加工成肉，那么肉的味道比牛奶要浓厚的多了。所以呀、啊，肉味浓，啊、炉，啊、淡。那么比方第二识，那么就是万识，也就是肉味。这个就是得到藏教的利益。得到藏教的利益啊，那么就是漏问，所以藏教是称为漏问。次之方等闻坛之声闻，目大齿小，得通教义，如转落成僧书。到了第三识方等识，其次到了这个方等识的时候，听到大乘佛法坛篇齿小啊，探大包圆。那么对于这个声闻人听到这个道理呀、啊、他目大，目是仰慕，声闻人仰慕大圣啊，持小觉得自己修小圣法证阿罗汉果觉得很可耻，目大持小仰慕大圣，也要发菩提心来修大、菩萨道了。那么到了方等会上啊，他得到通教的利益，这个好像啊由乐转成僧书，僧书的味道比乐更浓了。通教是三圣共法，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其次第四般若识，次之般若，奉旨转教，心见通泰，得别教义，如转僧书成属书。这是第四般若识。其次到了第四般若识，佛说这个大般若经所有的般若部的教典啊、说般若的时候啊，佛也指命声闻，像须菩提呀、舍利佛呀、迦赞元啦、啊、富罗那呀，叫他去转教初学菩萨啊。那么这些声闻阿罗汉啊，禀奉佛的指命啊，禀奉佛的指命啊，转教菩萨，把从佛那边听来的大乘佛法呀、般若的教理转过来教导那些初学的菩萨，啊、到了这个时候心见通泰了，啊、声闻人的心啊，啊、慢慢通泰，就是通常啊泰然了，知道这个大乘佛法的好处了，那么也能去掉这个法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般若时啊。这一类的声闻人得到别教的利益，独菩萨法，别教独菩萨法，就是啊、大圣不共法了，大圣不共法啊、他得到这个别教的独菩萨法的利益了，所以这就好像啊僧书转成属书了，所以叫做如啊、如转僧书成属书，好像僧书转变成为属书的情况一样。那么第五法华涅槃时，啊、次至法华，闻三洲说法，得济诸佛，如转属数成提福。这单月法华讲，第五十法华涅槃时，到了法华会上，听到法华经的三洲说法，法华经前半部进门了，啊、有三洲说法，第一是法说一洲。立上根，上根上智的法说一周就开悟了，就得到这个法华的利益，就受记诸佛了，像舍利佛。欲说一周，立中根，欲是比方比喻，像这个比喻品啊，三界火则啊、三车喻啊、这个比喻品所说的道理，中等根性的得到利益，那就是第二周。化成玉品啊，那是第三周，叫做因缘说，因缘一周啊，说因缘，就是佛在化成玉品里面说，我久远界前呐、啊，就教化你们种下菩提种子啦，你们都发过大菩萨心，啊，那么说这个久远
节前发心的因缘，那叫做因缘说一宗。第三周因缘说一宗，立下根，下等根性的众生到了因缘说也开悟了，也得到法华的利益，也可以受记作佛了。所以这个叫做三周说法。既满三周说法，他们听到这个法华的三周说法，得到利益，都得到佛的受记，将来可以成佛。所以上根啊、法说一周立上根，设立佛为代表，得到受记。那么欲说一周立中根，以摩诃迦摄、须菩提、目犍连啊、这个迦旃缘他们为代表啊、就是中根，在欲说之后得受记作佛。因缘说一周啊、那么五白阿罗汉啊、以富罗罗等啊、为上首，都得到开悟，都给他受记作佛，乃至阿难啊、有学的声闻，乃至一切众生，通通替他受记作佛，举手低头皆成佛道，记就受记，佛替弟子们受记，你将来在什么时候成佛啦？成佛的国土如何啦？度多少人啦？住世多久啦？啊、这就受记作佛，在《法华经》里面你啊、有受记品，说得很清楚的。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好像属书转成提符了，好像属符再提炼再加工，就成为提符，无上提符的最上的味道了。所以到了法华会上，佛的大事因缘呢、已经完毕，度众生的大事因缘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圆满了啊、所谓常佛本怀了。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度众生的目标，到了法华会上达成目的了，通通圆满了啊、那么替一切众生都受记作佛了。所以法华会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举手低头啊、在佛前种一点点善根，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所以这就显示最圆满的境界，就是佛度众生的大事已毕。那么这个提佛的味道是最浓的了，所以是借这个浓丹呢的比方，此曰最顿根具经五味，这是总结上文了。上面这一段文所说的是指这个最顿根的啊、声闻人，但是他能回小向大，要必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啊、的淘炼锻炼才能成就啊、所以叫做要经过五味。如果是中等根性呢，就不一定要经过五味了。所以其次则或经一二三四，就在这个五味当中啊，不一定要等到法华，或者是有的到了第四位般若会上他就开悟了，有的到了第三位方等会上开悟了，得到受记了，有的在阿含会上也许就开悟得到受记了，那么或者是经一时、经两个时候、经三个时候、四个时候不一定，这随他的根性，如果成熟了，佛就替他受记。不过在前四时啊，没有显露的像法华会上这样子受记的啊，不过只是个别的为某人他根性成熟了可以受记，这是有的，但是在显露边看不到啊，这等于是秘密教啊，就是这个秘密教的秘密的利益。其上达根性，未未得入法界实相，何必须待法华开会啊。如果是上达根性，就是上根上智，每一位他都能够证入法界啊、无论在华严、在方等、在啊、在般若，无论哪一个的时候，他都能够证入法界，都能体悟实相的妙理啊、就不一定要经过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了、会三皈依了啊、就不一定要等到法华会上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是特殊的，比较少见，就是啊，这是越通途论，必定要经过五时。若普通一般，如果是其他中上根性呢，就不一定要经过五时。所以教观纲宗里面
把这个通五十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要把它比对起来说明，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根性，众生根性千差万别啊，不能一概而论。别时下面第十一合名与分两科，证明十一的这个大科说完了，后边是第二，节前体后，节前体后啊，那么就是正文，接着说，上来以露五位五十，化于四教，大干如此。自下明放法四教，上来是指上文呢，上文以来啊，已经按照法华法华玄义里面的大文呢、广文里面揭露出来，揭露说这个五位就是指这个卢洛三素熟书提伏的五位五十法华这个华严一直到法华涅槃，这五十跟这个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提示它的大纲揭露出来，大致如此，如上文所揭露的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总结前文。总结前文，自下明放法四教，是升其后文，节前起后吗？这一句自下明放法四教，这就是升起后文下文就是要说这个藏通别圆的放法四教。现在听过前文之后，看这个表就懂了，看这个表看这个五十八教全十总图，现在按照这个表把它汇通一下，上面的这个顿渐秘密不定这就是化仪四教月前四十明四教就是下面的那个华严、欧含、方等、般若，以这四十对照四教来说明就是这个正文里面所说的顿教，就是华严时，就是第一华严时，就是顿教，在华严四教里面它是顿教，顿时而说，成佛了顿说的顿教。顿教它的放法四教是圆兼别，是华严下面有个兼字，圆教兼别教它的教理正说圆教，兼带说别教，所以叫做兼，华严下面那个兼字就是说圆教，正说圆教，兼带说别教的道理，这是华严经的内容。第二欧含时，但藏，你看那个画的线哈，只画了藏教欧含时是渐出渐出，但是只是藏教方等时是渐中，渐中是对教，怎么叫做对教四教并谈对藏教的半字教，说通别圆的满字教。般若时是渐后，也就是渐末那么第四时般若时下面那个代字就是代通别，证明圆教，主要是说圆教，里面兼带有通教别教，但是没有藏教，代字跟兼字同样的作用这里是带有通教别教，但是正说圆教，这是前四时对四教法华涅槃呢，它在化仪四教里面非顿非渐，显露皆定它不是不是华严的顿说，是非顿，不是欧含方等般若的渐次来的这个渐教的教理，它的教理不是渐次，是非渐，非渐使它的教理是圆顿，不是渐教。它不是秘密教，秘密教有秘密教秘密咒例如秘密咒秘密部持咒的密宗，那是秘密部秘密咒现在讲的秘密教就是同听异闻，但是所得的利益彼此互不相知，那是秘密教那么法华会上显露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没有秘密所以是显露，不是秘密没有不定教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没有成不成没有得大小利益的分别，通通都能成佛，所以它不是不定，是决定。所以法华涅槃在化仪四教里面，它不是顿非顿，不是渐非渐，它不是秘密是显露，不是不定是决定。法华经是纯圆独妙涅槃追说追眠
就是四教并谈，谁说谁会，绵就是会通，谁说谁绵谁会通，全与实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前三教是全，原教是实。关于这个真中啊，就是真谛中谛之理，等到下文讲法华四教才讲。那么讲到这里为止，化仪四教跟五识说完了，以下呀就是正说法华四教。后边的文字虽然很多，但是他所说的只是藏通别圆四个字，藏通别圆四个字啊，尤其藏教说的最多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次。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104年4月1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1105年5月2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大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可获得更好的休息，有助恢复健康。居家照护中的儿童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活动力不佳、嗜睡、
请联系119，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特别提醒，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疫情非常时期，持续落实防疫，守护彼此健康。心同此理。在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狼和一群柴狗，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种群。或许造物主在造就柴狗和狼的时候，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敌视的种子。我出去给你找点东西吃，你在家里等我。我不饿，你别出去了。你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可不行的。我没有胃口，不想吃，我想念我们的孩子。你不能这样下去的，你得养好身体，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嗯，好的，老公，我听你的。那就好，我出去找点吃的给你补充体力，很快就回来了，你就放开心情等我回来。好的，听说最近外面有猎人，你可要小心一点啊。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这只公柴狗为了给妻子找到可口的食物，便冒险来到了狼群的地盘，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头猪獾。经过一场艰苦的搏斗，那柴狗终于取得了胜利。可恶的家伙，终于被我打败了。这只猪獾够我和妻子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公柴狗疲惫地来到那猪獾的面前，准备将它拖回家。这时候，一只母狼快速地从草丛里扑了出来，它直接咬伤了公柴狗。啊！可恶的狼，竟然趁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偷袭我！哼，不知天高地厚的柴狗，竟然敢跑到我们狼群的地盘捕猎，不过这倒便宜我了。一只猪獾，一只柴狗，这足够让我和孩子们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当母狼要过去带猎物回家时，临时闻到远处传来的火药味。糟糕，有猎人来了，我要赶紧回家保护孩子。怎么回事？老公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母柴狗在寻找丈夫时经过母狼的洞穴，一时闻到了老公气味。嗯？哦？是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刚才你老公没有被我咬死变成我的食物，刚好你来了就可以成为我的腹中餐了。哼，你别想，我要帮我老公讨回公道。呵呵，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哦，危险，火药味道越来越强了，是刚刚的猎人找到这里了。不行，要快躲起来才可以。糟糕，这下要怎么办呢？他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赶紧躲起来啊？啊，他这是干什么？怎么朝猎人的方向跑过去？这不是在找死吗？哈哈，打中了！今天运气真好，竟然来了一只笨狼。快，我们赶快把它抬回去。好的，真的是太走运了。这么大的一只狼，可是能卖非常多钱的。奇怪，它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啊？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毅然朝猎人方向跑去，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母亲。可是他死了，这四个小家伙也活不了啊。母爱发挥的柴狗，最终将这四只小狼崽带回了自己的洞穴，偷偷抚养起来。随着小狼越长越大，他们终于引起了其他柴狗的注意。嗯，孩子们，别出声，外面有情况。妈妈，有什么状况啊？
嘘，别说话。头领，他在里面，我们需不需要进去？不用了，我看还是把他叫出来吧。孩子们，你们在这里等我，千万不要出声，也不要出去，听到没有？嗯。他出来了。头领，有什么事吗？要知道，我们和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你怎么能抚养狼的孩子？你这是在慢性自杀，也是在叛逆啊！快去，将他们杀掉吧。尊敬的头领，虽然他们是狼的后代，但我可以抚养他们，让他们喝着我的奶水长大，这样可以成为狼和柴狗共同的孩子，也能成为消除我们彼此仇恨的开始。不，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狼的血，现在他们还小，身体里的狼性还没有萌发，等他们长大后出于本能，他们会仇恨我们，伤害我们，所以趁着他们还小时赶快解决掉他们吧。可是他们还是孩子啊，头领，他们都认为我是他们妈妈的。那是他们不懂事，一旦他们长大，那可就危险了。为了我们的家族，也为了你，快去解决掉他们的。不，不能，这太残忍了。那就赶走他们。不，离开我，他们连三天也活不了。你对他们的生死为什么这么关心？难道你忘了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吗？我的丈夫被他们的母亲咬伤后病死。你都知道这个实情，若你自己下不了手，那就让他来替你执行这个任务。好的，这事就交给我吧。头领，让我带他们离开这里好吗？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带他们回来的。啊，你真的要这样做？是的，我说到做到。好吧，那你就带着他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头领，我明白的。你为了狼崽子竟然要离开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因为我是他们的妈妈。等他们长大后你会后悔的。即便将来后悔也无所谓，现在我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孩子们，不要害怕，跟紧我。离开了柴狗群，柴狗妈妈要想独自在森林里生活，并照顾四只小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已经好多天没找到充足的食物了，饥饿让她感到头晕目眩。好累啊，今天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看我还是休息一下，再去捕猎吧。好饿，我的肚子都饿扁了。妈妈已经出去找食物了，她一定会给我们带回食物来的。这几天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太少了，她自己都没舍得吃，所以今天不管妈妈带回多少食物，我们都得让她先吃。对，妈妈太辛苦了，我们现在长大了，得帮妈妈减轻负担了。啊，我的孩子真是太懂事了。不行，今天我说什么也得找到食物。柴狗妈妈再一次走进了森林，突然在一棵大树下，她看到了一大块诱人的食物。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食物啊？哎呀，这是一个圈套，就这么放弃这块食物也太可惜了。如果我轻轻地将这块食物取下来的话，那我们一家便可以吃一顿饱饭了。为了让全家吃一顿饱饭，柴狗妈妈铤而走险，准备将这块食物取下来。她谨慎地伸出脚，一点一点地将那食物往外移动，食物一点一点地从捕兽夹上脱落，黑亮亮的铁夹子显露了出来。柴狗妈妈见后急忙将脚缩了回来，如果被这东西夹住可就惨了。这几天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太少了，她自己都没舍得吃，所以今天不管妈妈带回多少食物，我们都得让她先吃。对，妈妈太辛苦了，我们现在长大了，得帮妈妈减轻负担了。不行，
今天不管说什么，也得把食物带回家。柴狗妈妈飞快地用前脚继续地抓着那块食物。当那块食物从铁夹子上掉落下来的时候，它快速地合上。柴狗妈妈飞快地将前爪抽回，可即便这样，它前脚还是被铁夹子撕开了皮，掉下了一大块肉，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哎呀，好痛啊！柴狗妈妈挣扎地忍着剧疼，叼着那块食物，往小狼所在的灌木丛走去。妈妈回来了。妈妈，你今天怎么出去了那么久？哎呀，妈妈，你的腿这是怎么了？啊，妈妈，你受伤了，伤得好重啊！妈妈，你流了好多血呀，要不要紧啊？我没事的，不会很痛的。孩子们，今天妈妈给你们带回来了好大的一块食物，你们快吃吧。不，妈妈，你太辛苦了，你先吃。是啊，妈妈你先吃，你要是不吃我们也不吃。对，妈妈你不吃我们也不吃。好，好，妈妈吃，妈妈吃。第二天清晨，柴狗妈妈一觉醒来，发现四只小狼全都不见了，她急忙一瘸一拐地四处寻找。孩子，我的孩子，你们在哪里啊？妈妈，你的脚受伤了，应该在家里休息。一觉醒来你们都不见了，我能不着急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的哥哥姐姐呢？妈妈，我们在寻找食物呢。是的，妈妈，我们长大了，你有伤，以后寻找食物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爱，就没有化解不了的仇恨的啊。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掌声